我而家喺超过4000米嘅雪山，准备迈向我第八日嘅终点站 A B C。每年都有接近200,000个登山者去到尼泊尔朝圣，挑战长度、难度不同的登山径。初阶的路线有攀峭，中阶的路线有 A B C， 进阶的路线咧就有 E B C。平均在海拔3000米以上，我今次就一共花了10日的时间，攻上海拔4130米的 A B C 大本营，全长步走194公里。他现在是露营了。对呀、啊 oh, okay. 我的 Pocawa 其实就坐两个钟头车啦，就要去到今天第一个行山的地方啦，在这里拉一铺，好像是拉一铺，这样导游就停了两位台湾的我是 Elsie Hello， 我是 Sue， 我跟 Ivan 一样也是台湾的记者。十日的行程，头四日我哋一行三人先上攀峭，然后我就会独自完成 A、B、C。基本上每日爬升的高度不会超过1000米，较容易适应高原反应。为什么我要去尼泊尔行山呢？真的纯粹希望体验一下自己可不可以十日都爬山，就乜都唔使做，乜都唔使谂。咁但系咧，开始咗十几分钟，我应该都好辛苦。即系好彩个 porter 帮我孭咗3kg 嘢。你要炒饭怎么样啊？没有味道。嗯。你要加番茄。那你觉得你的那个好吃吗？没有味道。尼泊尔最佳的登山季节在9至11月，其次就是3至5月。我刚刚在4月尾准备迎接雨季，几乎每日下午2点之后都会准时落雨。我们刚刚吃饭呢就落了场大雨，现在还有2个钟头路才到我们第一晚睡觉的地方。 How many stay?Minimum 3,500 stay. Are you kidding me? 500 You can count it one by one. Then you will realize it. It will be more than that, which is called knee breaker part. 咁如果大家上过大东山都知道，白公坳系行好多个石级啦。咁其实呢度有啲似嘅。啲人问咧，行呢度带唔带一个行山杖？我话你爬呢个山。老年都要戴。我哋用咗差唔多2个钟行完3560级，真系想死。我今晚喺度瞓觉，好感动。啱啱冲完凉啦，咁啊好舒服，依家有热水，第一间有热水，希望之后嗰啲都有热水可以冲啦。一朝头早起身咧，就要食早餐先可以安心上路。第二日嘅行程，楼梯就比较少，大概行6个钟，进入森林嘅路段。如果大半日咧，終於嚟到森林咧，清涼啦，有瀑布啦，有好似宮崎駿嗰啲畫世界。
We did it for second day. We arrived here in Gorepani, 2875m elevation.好彩我哋真係行完到咗去先落大雨，係真係逢逢聲嘅。月打後去到六七八月呢啲雨季咧，咁如果大家真係嚟咧，就真係有個心理準備係會有傾盆大雨。山上嘅物資亦都係靠人手搬運，海拔越高收費亦都越貴，好似一罐可樂可以相差一倍嘅價錢。我十日的行程就包了食宿费、导游费和登山证等的费用，嘢饮、WiFi、冲凉、插电都是要自费。试下有冇食先。嗯，夸张。好好食，真的好好食。山上面除了食披萨之外，还有辛辣面、饺子、炒饭、意粉。迎合各国登山者的口味，不用怕没啖好吃。到了第三天的重点戏码，我们现在清晨五点就准备行一个。给大家看完日出之后的360怎会不来尼泊尔行山啊？我想说，我觉得这里绝对不会比瑞士的雪山差。咁我今日真係同兩個台灣女仔分道揚镳啦，咁佢就會沿路翻落去學卡華嘅，咁我就要自己一個上 A B C 啦。咁啊，導遊琴日就問咗一個問題啦，究竟我想自己孭11公斤上去，定係換個 porter 俾我行11公斤上去呢？咁因為頭兩日我自己孭700公斤嘅時候啦，咁其實真係好辛苦嘅。系啦，跟住最尾系決定咗換個 porter 同我一齊上路。外國有唔少嘅 backpacker 都係自己走 A B C， 不過我就建議最少請一個導遊講解，或者一個 porter 負重。唔好睇少10公斤嘅背囊，山路不斷上落都非常辛苦。他们可以照顾你的起居饮食，一个 porter 一般可以负重20公斤，但是只是讲到简单的英文。海拔3000米，看后面的雪山景，有钱都买不到，就是这些。好多伙伴。每一个 porter 都有一个梦想，希望成为登山的导游。我个 porter 22岁的巴沙塔都不例外。不过在尼泊尔要做登山的导游，最少都要做2年的 porter， 熟悉登山的知识，有一定的英语能力，然后考试，不合格又要等多2年。朝头早2个钟上山，全部都是落山路段，搞到而家膝头骨有啲痛，衰老。其實嚟到3、4人已經係開始冇水買噶啦。咁啊，通常咧佢哋都會留翻個樽啦，咁啊用一啲 refill 嘅 water。咁但係啲水嚟自邊度咧？其實我唔知嘅，但我飲咗2日都冇事嘅，係啦，冇屙。我哋第5日嘅行程就要咁樣落山，跟住拐嗰個山頭再上山。夜晚唔記得拉筋，而家隻手唔係，而家隻腳。有啲痛，酸痛，小腿、大腿，系咁，哇，就系咁样蹬蹬蹬，跟住就。呢个系旧嗰条桥，系点样擒过去啊？黐线，两条绳跟住打横擒过去，跟住擒上山。即系越上山咧，
啲住宿地方越少啦，咁我哋真係開始要同人一齊分房瞓啦。咁我哋就有五個人塞埋喺呢間房度，同埋真係冇呃大家，四季嘅衫都要帶。我已經係將我所有 layer 都著咗上身，但係聽日先係最凍嘅 MBC 瞓嗰晚。第七日是行程的氣浴，由2590米爬升到3700米，是 ABC 最辛苦的爬升路線，也是最漂亮的雪山景。我想說呢，這些是真雪地，我們已經去了雪山的範圍。尼泊尔是一个山野国家，主要的经济收入都来自旅游业，其次就是农业，所以当地人非常尊重山林的地区。Annapurna is the Nepali name. Anna is full, and Purna is full. Full of food is called Annapurna. Most of the farmers who are Nepali who are staying in the lower part, they do the agriculture. Everybody they believe they will harvest.Their food, it's like Annapurna. Hey, you finished? Yeah, finished. Hey, you finished. So early. So beautiful. 佢系我早前一日嘅温眉，但系佢已经完成咗，跟住就翻转头。我到咗 MBC 啊，海拔3700米，啊！本身話瞓出面，跟住又都話冇位，我今晚要瞓廳，俾大家睇我今晚嘅著數。但係我寧願瞓廳，都過瞓出面啲人。嚟過嘅人咧，都會擺翻張相，係啦。咁我個喺度，收少少啫。大家嚟到可以揾我。5月1日。咁蘇花而家3700幾米咯，有少少頭痛之外咧，咁都唔係話會作嘔作成啦，有啲高反好厲害咯。咁我食完呢個晚餐，凌晨4點又要出發，就真係攻頂啦。我真係唔知邊個諗一啲凌晨嘅活動，要登 ABC 頂，希望睇到日出。而家我諗氣温係。到好凍，好凍。我出發，山上面見。真係好跣啊！大家嚟記得帶冰爪，即係慢慢碌上去都得嘅。咁但係你睇，全部都係冰。好似慢慢去完成緊自己人生一個 bucket list 啦，即係我冇諗過自己會行8日山上4000幾米，而係喺呢個冰山雪山嗰度睇到呢個環境，係唔知點解係真係有少少感動，覺得好似完成咗一個挑戰。而呢個挑戰都有少少吃力同辛苦嘅，即我已經3日冇衝涼。而家係2019年5月2日，朝頭早6:12，我哋上到4130米嘅 ABC Annapurna Base。Oh, we make it! Yeah! Yeah! Look at that, the most amazing bird for a family. 真的要好好呼吸一下啦。4100幾米的空氣。
咁呢個 ABC 大本營咧，你睇到頹垣大牙咧，係因為佢三月份嘅時候咧落咗一場大雪啊，咁所以天后咧係真係剩翻一間咯。所以就係話點解啲住宿咁緊張，嚟得住咧？身後嘅魚尾峰係尼泊爾嘅神山，當地人視為濕婆神嘅化身，被禁止攀登。佢哋好相信神山嘅力量。Only one politic in Nepal, so in that area.Any meat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over there or not allowed to kill any animals. Somebody do illegally or secretly, the weather immediately is not getting clear. It's very windy, very cloudy, and something wrong might be happening. That in our experience.咁我條片啊去到呢度啦，因為最後兩日都係落山嘅，咁啲環境都差唔多。咁如果大家有啲咩關於尼泊爾行山 A B C 嘅問題咧，都歡迎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嘅，我都會覆大家。拜拜。有一種錯覺，以為行山可以減肥。194公里嘅路程，我係輕咗一公斤。十日嘅行程大概就花咗6400港紙。Porter 日薪平均就只有20美金，所以建议行程使费额外俾10-15% 作为小费。